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？你办公室等我啊，我让你不穿校服，老师我明天就穿。哎呀，这是马老师办公室不？啊，是。您是？哎呀，马老师，哎，我是路人甲家长。您好，辛苦你了，我们孩子不懂事。不，偷着偷着。不，哎，来吧。哎呀，走哪里对吗？哎，不用谢。喂。你抽上了？哎，我让的啊，我让的。你谁不让他抽啊？他不抽了，不抽了。这老师对我们孩子可好了。您是主任吗？在哪儿呢，主任？不好意思啊，马老师啊，我是马老师。你不主任吗？在哪儿呢，主任？乱了，我捋一下子啊。你捋，这是路人甲家长，这是我们马老师，我是学生。啊！哎呀，完了！你看，我让你穿校服啊！是，你说你不信，这能伤害多少人呢？你啊，我说的让我穿校服，你这么回事啊？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？这衣服有我号吗，姐？要哪件？哎，有我号吗，美女？啊，这件有，我给你找啊，哥。来这件，哎呀，这穿上有点多洋气呀、啊，哥。不是，有点显老。对，显得老年轻了啊。我年轻应该不用显吧？哥，你真幽默。我是97年的。对不起啊，弟弟，再给你找个别的样的啊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这件你试试，老弟。哎呀，有你这么卖货的吗？对不起啊，哥，这都小孩穿的，你脱了我给你找件啊。不是，经理。哎呀，你快闭嘴吧。来，哥，这件怎么样？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？这老弟这么用功要考研呢？没有，我这是高中物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眼睛。啊，没事，都没看出来，你是物理老师吧？我是高中生啊。这么个事儿啊？对，那挺厉害，高中毕业当老师了。我是97年的啊，97年上班？不是，我是97年生的。跟我闹？谁跟你闹？哎，是禁止喧哗啊！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大夫。啥事儿你也不能这么大声啊！他说他97的。老弟，你这笑话太逗了，你这拍成视频都能火。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视频的。长得着急有多快乐？那个，我们只招长期工，你们刚毕业的干干就跑了。完了，我他也不能要啊。你啥事儿？啊，没事了，我先来打工。好好干，你瞅你经验丰富，多花点钱我愿意让你干。谢谢老板，我出门一趟啊。哎，你这不挺简单的？老板呢？把老板找了。您跟我说就行。听不懂话呀、啊？我要老板。啊，老板呢？我给你招呼你去啊。完了，老板没搁家，谁来顶一下子？谁也不像啊，你就顶吧。主要能顶，我就问你呀、啊。哎呦，你这。我来了，先生，我是老板。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？来，姐，烫菜啊。嗯呐，烫菜啊，哥。是，别解释。啊，看看菜，老弟，这都新鲜大棚菜，你拿回去给孙子一炒，那啊，你这有点离谱了。别解释，别解释。我孙子喝奶不吃菜啊，牛奶也有。那谁呀、啊？那个，哎，不用，我趁着抖音618有超优惠活动，囤了好多人养一头牛纯牛奶。抖音618送出惊喜福利，左滑进抖音商城，送超值爆款，或直接戳左下角就能买了，还能一分钱抽隐藏彩蛋，有机会抢限量新款 iPhone、亚萌美容仪、科沃斯扫地机器人等爆款好礼，还准备了最高618元的惊喜红包，全网通用，更有超值爆款补贴加码，最高满380，左下角再福利就有，大家搜搜搜。哎呀，你这老伴挺会过呢。谁是老伴儿、啊？别解释，别解释，你俩总有夫妻相啊？不是，别解释。那你是他啥呀？我是他儿子。完了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？哎呀，我让你别解释，越解释越乱。是儿子，是儿子。不是啊，又不是儿子了。是，嗯，是。
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。我就寻思啥样孩子能把总统证拉下去，没寻思我儿子给拉下来。你别笑了爸，咋整啊？你找门口的老师问问能不能先进去，我回家取去。我长得这么着急，他肯定不能让我进。哎呀，去问问去。哎呀，老师你好，我不是学生家长，我是考生，但是我准考证没带。你别慌，请你一定相信我，我是97年的。别慌，虽然我长得不像，但是我确实是考生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进去吧。我信你。哎呀，我真。你信我，先让你家长求一下，就算一会儿没求来，再研究下一步，肯定能让你进去。哎，好了，谢谢老师，我没寻思你能信我。看你长相，我确实不太信。但我当老师这些年了，每年都有忘带准考证的，每年最后也都能进去。我就怕你的心态被这件事影响了。像云端，山那边。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。别太离谱了，人上条挺感动的段子，那评论区因为我26岁爆了，人怎么不像26了？对于你们的质疑我表示非常的正常，因为在生活中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出发师傅，妥了老弟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老叫老弟习惯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得比我大吧。哈哈哈玩笑，很幽默。这是去接孩子去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对孩子放假了。不，我没孩子。那你结婚挺晚的。我啊，那大哥明白了，大哥不问了啊。哎，这么大岁数不要孩子，你咋回事呢？不是，不是那个大哥，我97年的，怎么的？哎，大哥，刚才有乘客说97年的。哎，我长得比我们老，我真不唠没事，好像我承认唠了似的。我离了。哎，你看，孩子归他妈了。他都归我心里呢。长得着急是什么体验？兄弟，我昨天看你段子了，整挺好啊。谢谢啊。你说那剧情你咋想着？你说你97的，艺术来源生活吧。我知道人设嘛，都是假的吗？这个真不是。你跟哥说实话，你到底八几的？我97的。哎呀，我不往出说呀。你说不说我也97的？我逗你玩呢。其实我是00后。这是我出生证、毕业证、驾驶证、健康证、工作证、身份证，你看看这么多的证，能不能证明我是97的？啊，我真97的。咋的了，王哥？吵吵把火的。哎，你看昨天二人段子吗？我看了，整挺好。他是97的，你说，那都还真有意思。不是，他是真的。哎呀，你不懂人设吗？都是假的吗？